唉，原来是个梦呀。今晚我一个人在家，你能过来陪陪我吗？哼。现在还不是出门的时候。Thank you.
该死，昨晚怎么忘了充电？
手机没有电很恐怖，至少得充满 60% 的电才能出门吧。虽然我很想现在就飞到学姐家里，但还是得把手机的电充满。手机没有电很恐怖，至少得充满 60% 的电才能出门吧。出发了，不，刚才那是什么？
不，刚才那是什么？抱歉，这是我刚买的一群模型，正准备搬回家。我真的会谢谢你。刚刚我明明看到这里有个人。
你滚开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，我要不要下去看看？